3块，5收的3块。哎，吃点冰意海鲜。来，刚好一斤。我那个螃蟹还没杀得吗？帮你杀得了，等一下。快点，我拿锅头去楼上一起聚餐。我生日跟楼上那小朋友同一天，走了，我的大餐。看一下我老爸端的大餐，用一个半小时买菜做饭。咪咪，叫米粒，叫米粒。我叫爷爷帮我收拾一下那个搞掉了我。咪咪，快点哈。那个，哈哈，我们来啦！啊，西瓜放外面给他们吃就得了。嘿，小龙虾，这是我做的海鲜拼盘。哟，这边的菜系也不错哦。这里来。啊？说呀，说什么？说什么？祝你生日快乐，越来越美丽。说，你们祝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越来越美丽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这么美的花花呀，谢谢米粒。最棒的呢，生日快乐，干杯！许愿，我都许愿了，等一下。关灯，都开灯，都开灯，所以刚才都灯光哈。你走完了，你有事没有？这边有没有？哦，等等等等等，来来看我这里啊。许愿啊。OK， 走了，我走了吗？我们去再走了。水的面膜送我们家的这个就是活动是很少的哦，很少做的。昨天下单的朋友全部都发出去了，应该省内的话今天差不多能收到产品了。如果不会调面膜的话呢，记得收到产品了以后，好，谢谢，跟我拿这个教程，妈妈工作，你乖乖玩啊，再去调这个面膜。当然了，今天呢我们丫丫妈今天会在现场敷一下这个绿茶清洁面膜给大家看，然后顺便教一教没有敷过的朋友们，哎，怎么去调这个面膜。阿姨啊，对，谢谢。但是这个面膜呢是可以全脸敷，哦，妹妹，也可以局部敷，哦，气球，这个是局部，我给棒哟，一个比一个凶。它有什么功效呢？如果你有黑头、粉刺、痘痘啊，毛孔粗大、皮肤爱出油的朋友，都可以用我们这一款绿茶清洁面膜。看一下小姨买的这个脸是爆恩还是爆潮的？帮我拿手套，等一下来，拿一把刀来。刚刚我去看了，都没有几个了，这个都不新鲜了。哇塞，快点拿药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刘小孩要把这个药拿着。手套呀，我戴手套有什么用？这样子没有用，我应该戴个防扎的手套就得了，我戴手套浪费手套。放这边，这样子啊，来，你想一下办法。哦，有点软了。是啊，就是熟过头了。来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开着半大的了不？哇塞塞，哇塞塞，哇塞塞哇！来呀，这个可以拿了，都松啊。两个手，
哎，大把吃。你叠好一点，那种放等一下都放不下了，大姐。那就放不下。那也不能搞到那个样子去。哟，吓死我了。那就干两干一半去，留一半明天做披萨。我吃这个小奶奶，酥肉率是蛮高的，就是不行心了。